今次 WWF 咧，經過咗上年同中文大學珊瑚學院合作，開展咗一個公民科學嘅珊瑚修復嘅活動啦。咁我哋發覺咧，原來呢一個潛力都好大。咁所以我哋今年進一步咧，喺海下灣海洋生物中心度設立咗一個水族系統，係一個育養珊瑚嘅一個水族系統。就希望透過將中文大學一啲珊瑚嘅幼體啦，同埋碎片咧，就攞過嚟我哋個海下灣中心度放喺度，然後希望咧就等佢哋啲珊瑚可以慢慢喺度成長。咁今次啦，我哋好開心可以同 WWF 一齊合作，將我哋喺中文大學理福善海研究中心嘅珊瑚培育同埋繁殖基地就搬咗過嚟呢一度。咁我哋培育嘅珊瑚全部都係做翻香港珊瑚修復嘅用途。頭先我哋啱啱放咗60個珊瑚嘅幼體啦，同埋一啲珊瑚嘅碎片啦。咁呢60嚿嘅珊瑚幼體同碎片咧，就將會喺我哋海洋生物中心度咧就會暫放。咁暫放呢段時間大概係一年至兩年度。我哋喺呢一個中心設立咗一個研究嘅缸啦，同埋一個展示嘅缸嘅。咁所以市民大眾咧嚟到我哋個中心咧，唔需要一定要坐船嘅，咁都可以咧喺我哋個缸度咧，可以好親身近距離咁樣咧望到我哋香港本地嘅珊瑚嘅生長狀況啦，同埋去觀察佢哋嘅一啲特色咁樣。其實我哋用喺珊瑚修復嘅珊瑚係點樣嚟嘅咧？好多時候我哋喺大海可以執翻嚟嘅，我哋去拯救一啲珊瑚碎塊，都係因為例如打風啊、破損咗，又或者一啲生物侵蝕之後倒塌咗、碎裂咗嘅部分。咁有時啲珊瑚碎塊好大嘅時候咧，我哋就會翻嚟用一啲切割嘅技術去切細佢啦，用混合膠黐喺一啲培育嘅底座上面啦。咁之後就喺個培育嘅基地進行培育啦，等佢大翻啲，康復咗啦。咁我哋就會直接放翻落去去做一個珊瑚修復嘅工作。除咗無性繁殖之外，我哋團隊很特別的就是我哋會用有性繁殖去培育珊瑚，因為每一個珊瑚 BB 啦，佢係獨立精子卵子去結合而成嘅，所以其實每一個珊瑚咧，佢個基因都會有啲唔同。咁我哋講緊嘅係基因多樣性越唔同嘅時候咧，就會越有機會我哋放落海嘅珊瑚將來面對住氣候變化、環境變化，會有機會有珊瑚有個啱嘅基因，咁就可以去存活落去。我哋海下灣海洋生物中心咧，其實個地理優勢咧就係由海岸公園入邊去抽取啲海水啦。咁然後我哋啲海水咧，經過一啲簡單嘅過濾啦，啲物理嘅過濾咧，就直接入到去我哋嘅育養珊瑚嘅缸入邊啦。雖然海個啲水就好多啦，咁但係咧，原來唔同嘅時期咧，海水嗰啲質素咧都有啲唔同嘅。咁譬如話夏天嘅時候咧，可能會比較容易有紅潮啦，再加上咧夏天香港成日打風咧，當佢落好大雨嘅時候咧，可能嗰啲水夠鹹。咁我哋如果見到嗰一期啲水係比較靚啦，即係啲鹽度比較好啦，唔會有咁多沉積物啦，咁我哋就會可以早啲抽咗存放喺呢個缸度，等需要嘅時候咧就可以用啦。咁所以咧，啲珊瑚嘅幼體咧，佢哋好容易會適應到，因為我哋已經係天然海水啦，亦都係我哋一個比較受保護嘅地方入邊咧，去照顧佢哋。咁我哋希望咧，透過我哋個中心嘅一啲設施啦，同埋喺度咧去養育一啲嘅珊瑚嘅品種之後咧，希望將來可以將我哋養育好嘅珊瑚咧，同市民大眾啦一齊咧，去將佢放翻落去我哋香港嘅大海入邊，去貢獻翻我哋香港嘅海洋生態。